家好，翻到嚟大鱼炒八姑坛，今日系2022年嘅10月21日，今日星期五啦，忽然一周啦又，星期五啦，系啊，忽然一周啦又，系啊，今日继续跌咯，今朝绿灯完，而家都系继续回翻落嚟咯，牛皮啊，今日其实算咁啊，即系死守喺16点楼上啦，恒指，咁诶。冇辦法啦嚇，換局咁大市成交依刻咧就暫時750億都唔差嘅，係。琴日就1000幾啦，今日咧去到依家即係都過咗下晝3:30啊，都先有750幾億成交，咁算係唔錯噶啦。其實即係如果講成交量嚟講，咁麻煩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睇廣告啦嚇，即係。幫我哋多啲 share 段片出去啦，咁樣係啊，咁係咪應該枕住等陣都應該會喺翻呢個 range 度，應該未必會夾得翻上去。其實好快收市啦，咁係啊，仲有9個字到。咁啊，提翻啦，咁啊，之前講過話啲電力股咧係坐落嚟係可以買嘅，咁啊。如果昨天有跟的聽眾呢，即是自己想啦，咁彈返曬上嚟㗎啦，全部係啊，今日彈返曬，係啊，991啊，1072啊，1071好似今日都升得多，係啊，1072啊，有5% 啦，5-6% 啊，最高去到呢12.5%，1071更加唔使講啦，昨天直頭係包上，即是要買的啦，基本上話懟落嚟嗰下，講埋即係嗰個玩法就同前一陣即係991一樣啦，嚇，即係有一啲好龐大嘅沽盤突然間壓落嚟，跟住就一嘢咁樣，跟住就懟落去，跟住你如果咁買咧，咁個回彈咧嗰個幅度咧都好強勁嘅，咁啊今日有成8% 啊，其實曾經去到最高3.11%。咁啊，去翻琴日嗰支陰足嘅頂噶啦，幾乎嚇。咁當然正啦嚇，即係如果琴日其實2.82、2.84到啦，都買到嘅。咁喺呢啲位咧，其實都有2毫零止執，都算係咁噶啦。其實喺啲咁嘅市況裏邊嚇。咁另外就其他嗰啲都勁啦，836咁啊，去到14.28元，升咗8% 啦，依家唔錯喎。留意一下個走勢咧，佢咧就成交都未及琴日啦，但系咧嗰個陰陽燭咧升過咗之前嗰兩日嗰個高位啊，係表現唔錯。咁整體啲電股咧係應該仲有機會嘅，即係反覆係啊，都係應該對於成個大市嚟講咧，即係啲電力股應該仲係有機會後市係可以再炒嘅，大家留意一下。咁啲煤股咧得唔得？都唔差啊，煤股升翻上嚟啦，彈翻啲，唔係好叻，但係彈翻啲。咁啊，油股更加叻，咁啊883十蚊邊啦，係啦，過埋10蚊啦，而家已經。咁啊，另外仲有就係857啦，係啦，大家留意一下咧，唔知道即係大家有冇睇新聞嘅咧？其實咧。最近咧，大陸咧喺烏克蘭咧宣布撤橋啊！啊，呢樣嘢咧，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其實咧，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呢場戰爭咧，應該係要咁樣講。依家係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而唔係俄烏戰爭。OK， 係啦，個講法咧係要修正一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呢一場仗當初嘅時候咧，大家記唔記得啊？嗰啲喺烏克蘭嗰啲大陸人咧，係嗰啲尤其啲留學生啊之類處理咧，大陸人咧就話走咧，但係冇飛機啊嘛。大陸咧係冇安排到即係相關嘅撤橋行動嘅。其實當初你睇翻新聞啦，即係呢個已經半年前嘅事啦。係冇嘅。咁咧點解咧？可能咧？當初咧就會覺得啊，烏克蘭都係不堪一擊噶啦，咁啊俄羅斯都好快搞撚掂啊，唔使撚撤橋咩？係嘛？小心小心，係嘛？即係唔使撤橋啦，咁樣嚇。條電線。咁樣啊，幾多啦？哎呀 ，shit！ 冇事冇事冇事。唔好意思啊，唔該。
Thank you。系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啦，佢想碌碌翻张凳可以晾下，系啊，可以啊。唔该晒，系啊，唔该晒。咁咧，即系当初咧，可能觉得啊，乌克兰咧，我不堪一击噶啦，好快搞掂。唔好意思，唔该。咁咧就使鬼撤侨咩？啊，咁点不知原来咧？啊！即係烏克蘭嗰個抵抗意志啊，烏克蘭人嗰個抵抗意志非常強勁啊！咁啊打咗咁耐，依家仲要喺度佔緊上風。而咧，俄羅斯咧就係、是、兵敗如山倒之餘咧，大陸最近咧宣布撤僑啊，喺烏克蘭。係。點解咧？留意一下呢一個嘅即係事件個事態發展到依家，點解突然間會宣布撤僑咧？可能啊，唔知係咪啊？即係坊間有啲分析咧，就講咧就係、是。估計俄羅斯為咗要挽回敗局啊，就真係會動用核武啊。咁所以咧，佢而家知死啦，所以就宣布撤僑啊。因為如果啊，假設有中國人咧喺呢一次嘅，如果真係俄羅斯動用核武而係有喺烏克蘭裏邊嘅人，就係大陸人咧，尤其係因為核武而死咧，咁我諗咧都好大反應啊。嗯，所以咧，佢要咧緊急宣布撤僑。咁你睇翻咧，嗱，之前咧我分析咧就係點解啲石油股啊要大家留意咧？第一，除咗係因為全世界咧都有幾個火藥庫喺度打緊仗咧，地緣政治上邊係啊，咁啊，當然南海同埋台灣都係有機會啦嚇、啊，因為我哋要加快啊嘛，係嘛，即係大陸要加快武統台灣啊嘛，係嘛，或者統一台灣嘅時間表啊嘛，如果唔係嘅話，搞唔掂。咁咧，大家估啊，呢個巴菲特咧買呢個石油，買呢個西方石油個原因係乜嘢咧？可能咧就係我講過噶啦，就係話可能因為阿老人家咧估到咧啊，即係有人咧會動用核武，咁所以咧一動用核武咧，會引發咧全世界咧呢個咧反核嘅聲浪啊。嗯。咁咧嗰啲核電廠啊，因為大家都要嚇要求咧，就唔準用核。電咁，所以咧，咁你唔用核電，唔通大家凍死又熱死咩？咁啊，即係用翻傳統嘅發電，就係燒煤啊，同埋用呢個油，係啊。咁所以咧，啲石油啊嗰啲咧，煤炭資源咧，全部都係吃香嘅。咁啊，揾到嘅原因點解跑贏咁多啦？依家啲股票啊，咁呢個係咪？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呢動用核武？大家自己想想、啊、俄羅斯會不會真的動用核武要挽救他的敗局、okay? 其實呢西方陣營已經打算呢、就是、因為他們已經相信呢最快明年夏天之前，其實最快不是最快，是最遲的，最遲明年夏天之前這場仗就會打完了，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場仗、而是俄羅斯會戰敗，跟著呢西方陣營已經諗緊點樣去瓜分咧，俄羅斯瓜分俄羅斯，俄羅斯係會散曬啦，將會啊，如果係咁樣行法嘅話，咁所以大家睇翻咧點解係啦，美國最近咧係啦會咁強烈地咧啊，即係同呢個大陸嘅關係咁差咧，因為佢已經知道俄羅斯，佢哋判斷俄羅斯。會戰敗，而是集中火力咧對付大陸，咁所以咧美中關係咧就雪上加霜啦嚇。呢個係坊間嘅分析，我引述嘅啫。OK， 係啦，咁當然亦都有我自己睇法啦，啊個別啦。咁所以咧，大家睇翻啦，今日咧830蚊，其實穩穩陣陣咧，其實之前喺九個嶺嗰啲位咧都話可以考慮買嘅啦，即係。你睇翻個油價咧，就算你話跌幾多都好啦，咬住喺$80一桶啲水平啦。其實我已經話跌唔到去邊嘅，即係我自己個人估計。唯一咧就係只857咧就升得慢啲嘅，因為對油價嗰個嘅反應咧冇咁敏感。咁股價咧你見得到咧，其實佢個成交咧依家大概唔夠2億啦，只857今日升咗1.4%，其實琴日已經開始跑贏啦，係有啲追翻落後嘅857。咁而883咧。個成交有4.8億啦，大概依家錢啦、啊，當然講緊嗱，當即係大過857一倍嘅，即係原因大家都明啦，因為883係即係對油價嗰個升跌咧比較敏感啲，所以感覺上咧好炒啲啊。咁但係應該857都應該係成大鑊嘅，因為佢買啲估計啦，其實佢嗰條數咁靚咧，
都應該是因為大部分嗰個油嗰個成本咧好平啊，可能係同俄羅斯買啦，或者係同伊朗買，因為買都平油。OK， 係啦，唔使國際上掃貴貨啊，就係咁樣樣。咁一路咧喺個市雖然唔係咁好啦，你見到個市其實依家下個禮拜翻到嚟，依家夾緊，即係喺萬六點邊緣咧，佢會死頂啦。但係我諗應該如果因為你美金依家仲係好強啊。嗰、那個債息啊，成嗰啲係啦，今日都好似升穿咗4.2，係咯。同埋啲 yen 散到無倫啦，我叫大家唔使咁急買 yen 嘅啦。你又唔係去旅行？你預計出年會唔會繼續跌咧？定係跌到今年？出年啦，跌到出年第一季啦，我估係啊，唔使咁急買 yen 嘅。你去旅行前先買啦。啊，你有得去旅行咩？啊，有依家，但係你又嫌貴啊嘛，機票係嘛，又唔夠航班係咪？今日出咗咩？香港航空去呢個沖繩。千幾蚊來回，唔奇啊，啊！但我麻麻地嘅沖繩，沖繩應該冇咁好玩係嘛？我當沖繩其實係日本嘅一個附庸嚟嘅啫，但係即係當然佢都係日本國土之一啦，依家嚇。但係我當佢係另一個地方，即係好似離島，即係你去香港離島、南丫島啊、長洲咁樣。我上個禮拜去南丫島食飯有一晚，禮拜五嚟嘅，係啊。咁你知南丫島食海鮮啊，即係幾好氣氛啦、得五張台，全場得我哋五張台，即係大鑊。係話時話咧，去日本咧，其實大阪好玩定東京好玩？度度都好玩，度度都好玩。嗯，睇下去邊度玩啦。嗯，係啊。咁啦，咁啊，所以咧啲油啊、成啊都非常靚仔啦。咁啊，1.38都好靚仔啊。其實今日又係低開過挨近七蚊邊，咁啊又係做圖啦，畫圖咁啊。做一隻腳出嚟，掗翻上去，咁啊貼近翻即使高位咁滯噶啦，都係靚嘅。總言之，你唔好高追就得噶啦。你對付呢只股票，暫時嗰個玩法係咁啊。咁另外當然啦，都話咗戰雲密布啦，所以只317咧今日咧大升啊。咁啊，其實咧之前已經提過噶啦，就係話挨近六蚊邊咧回穩之後咧，其實咧冇乜點跌過到今時今日。而係強調過咧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大家重温我的節目啦，啊，即係講過咧，就話佢喺呢個250天線嗰個水平咧升過咗之後咧，其實會加快升幅嘅，一如所料啦，依家係啦。咁如果你有跟到呢只股票咧，其實睇你食唔食股啦，睇下你咩位買啦，啊，咁我又當然冇叫你買啦。咁但係你如果有買嘅話咧，你係知道究竟係點樣操作噶啦。咁而好簡單啦。咁而好簡單啦，就係佢依家爆咗上去啦。我覺得呢只嘢咧已經係調整完，而係重演升浪。咁嘅話咧，留意一下啦，因為佢依家嗰個玩法咧係新一波升浪。咁呢個圓兜咧兜得咁靚咧，成交又唔算大嘅，依家千零萬錢啫嘛。咁你去翻之前嗰陣嗰啲成交咧，講緊係今年譬如七八月嗰啲時間咁勁咧，應該係有機會過十蚊嘅。這一浪完咗之後有機會反覆過十元，大家看看揸不揸，即是看看有這個分析又對不對，即是遲些來說有些印證，因為大陸是在海軍上面呢，雖然它的艦艇數量是很多，但是這個國家呢，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呢是未打過海戰的，所以呢我 不敢說、它的戰鬥力有多強，但是呢呢、這個世界最好抽的海軍咧，唔使講就係美軍啦。美國咯，係啦。第二個好抽的就係日本，因為佢哋亦都有史以嚟呢兩個國家係喺太平洋打過一次好金嘅嚇，大家睇下歷史就知㗎啦。美日之間啊，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啊，所以佢哋有曬各方嘅海軍點樣操作、點樣打、點樣嘅氣候啊，啊，其實佢哋係最熟㗎啦海戰啊，所以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係大陸咧，係要加強整軍經武，咁所以咧呢啲軍工股咧別有苗頭。咁你睇翻只2357今日得唔得先？好似升咗少少零點幾，好似係啦，嗱都唔跌啦嚇，嗱睇下下個禮拜翻嚟有冇料到啊？佢依家你係如果企喺3.2樓上咧，只嘢應該有機會。其他的什麼1024啊，這些其實一路以來都叫你避開的了，你有繼續買呢你的問題了，因為你貪便宜而已。第一件事，你說分身你分吧，
OK， 咁另外嗰只9626原來千幾蚊嘅喎，呢只股票最高，今日得翻80几蚊啫喎。哦，真係噶。係1052蚊最高。哇！係喺呢個舊年六月跌足一年，仆街。哇！跌好多。呢啲股票你跌撚死你啊！嚇，得翻80几蚊，你唔屌啊 ？OK， 邊有嘅叫你買啊 ？Bilibili， 屌你老味！真係好誇張喎，跌得。咁另外啦，當然啦，係啊，因為我哋呢個統一台灣咧，嚇、啊、中華民族嘅一個啊偉大嘅事業嚟噶嘛，係。咁當然啦，啊，有冇概念股咧？有嘅，升緊嘅啦呢幾日啊。OK， 不過唔講啦。OK， 嗯，自己揾啦。嗯。嗯，好 sweet 喎、哦，四日快閃復工。哦，四日。哦，太短人啦，四日，唔好意思。復工應該去耐啲係嘛？誒，依家個市咁細，有咩股票？有咩股票炒？依家去耐啲啦。唔係。即係對我嚟講，係咪先？如果我要飛嘅話，嗯，即係同埋好耐冇飛啊，即係又要處理下啲事務啊，成嗰啲都有排搞嘅。嗱，譬如嗰啲另外啲咩9618呢啲，係啦，講真啦，我唔知你位聽眾咧，我記得你嘅，所以我都會應下你。啊！你又對我冇乜嘢，啊！咁我會認下你嘅。但系咧，我見到你呢種買股票手法咧，其實你係貪平啫，啊！即系我認為咧，呢啲即係所有啲新經濟股、科技股乜都好啦。嗯。其實跌咗咁殘咧，冇錯係有反彈機會，但系你要留意一下，即係整體港股咧係未跌完。係。到今時今日，如果你話挨近萬六邊，你認為個港股係跌定咗、見咗底嘅？我都想請教你，究竟點解有啲咩原因？我都想請教你，啊，即係你話如果個牛市嘅誕生係一定有佢嗰個嘅，即係各方嘅客觀環境去配合嘅，而所有嘢咧，雖然你喺憂慮裏邊，但係出現一個好景啊嘛，啊或者一個好嘅憧憬啊，你覺得將來有咗希望啊，所以你啲錢咧係會自己投票入去個市度，啊啲股票咧係唔會彈完之後再散嘅。因為不會再有平貨買噶嘛喺嗰刻，因為入咗錢落去，咁你只會今日買嘅股票係一定高過琴日個價嘅，就算最平嗰個價都好，即係即使最低位一定係高過琴日。咁你後市每一次咧，你都會係咁樣啦，你會發覺誒、哎、原來買唔翻之前個低位喎。但係你呢啲股票全部咩9618啊、1024啊、啊9988啊乜撚嘢都好啦、啊、全部都未係、嗯。所以其實咧，你如果再買呢啲股票咧，你有排儲啦，啊！而且係啦，你係要講緊自己入市嗰陣時候，係唔係真係即係單日或者即使短線跌得最多嘅幅度，咁你有機會反彈嘅一隻股票，但係唔代表你反彈你都會贏錢咯，因為如果只股票跌得深，嗯、你反彈嗰個嘅幅度係唔及嗰個跌幅嘅一半以上，其實基本上你嘅樓底應該失敗嘅。即係留底失敗，意思就係會輸錢，係啦。嗯。自己留意一下，冇價冇計啦，咪玩幾日偷跳咯。係咯，即係睇夾住啲紅一點。係嘛？我知啊，君流哥係啊。嗯。啊，好似有料到，你咪自己買咯，嚇。OK。呢邊以前促進呢個兩岸統一嘅時候，其實講緊你啲一定要同台灣一定有啲淵源關係嘅人，你先做到呢啲角色噶啦，係、嗯、嘛？咁你諗下，其實以前董建華係嘛？佢曾經有個親戚就係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嘅一個要員叫彭萬輯，其實同董建華係有啲關係嘅。咁所以點解當年董建華啊仲係316嗰陣時候，今日彈翻啲喎4%？當年董建華能夠即係被嚇。着平中選係啦，即係成為香港第首屆特首啊！個原因就因為係其實係要統戰台灣啊嘛。咁你諗下，其實香港嘅一國兩制點樣嚟？唔係為咗香港而嚟嘅，係為咗統一台灣而訂立一個一國兩制嘅模式。香港係一個示範地方。OK 啊，嗯，講完啦。哦，是問同事借價？借添啊，可以借咗要還啦。OK， 係啊，係啊，借價緊要還啦，咪俾錢中介啊，你唔好同你上司交易啊。OK， 係啊，你同你同事交易好啦。OK，
咁啊，講完一大輪啦，咁啊，其實個市有可以炒作嘅股份，其實喺呢個階段咧，喺我認為唔算多噶啦，即係集中火力係揀個相關行業嘅股份為主。嗯，咁你睇翻譬如電力股啦，頭先講石油啦、煤炭，而家煤炭轉弱咗啲噶啦，所以我都唔係咁強力地去分析呢一類嘅股份，因為可能石油係緊要啲。即係依家嚟講，因為個油價跌唔到啊，暫時嚇。咁、而石油嗰個角色應該仲係會，即係喺定義喺呢個軍事衝突加快之下咧，其實用油係多過用煤嘅。講完啦，用油多過用煤嘅嚇、明啊明啊，因為好多軍備，你睇俄羅斯都要攞翻以前啲軍備出嚟用啊。咁、你嗰啲軍備會唔會用核能啊？唔會啦，屌係咪用你電池啊？梗係唔會啦，屌咪一樣用油。咁你而家諗翻，你俄羅斯作為一個軍事大國，係嘛？係，即係喺世界裏邊都頭五名啦。嗯。咁你都要打一個，即係你入侵呢個咁嘅細國烏克蘭，你都要用到以前啲軍備嘅。咁你可想而知，其實呢啲所謂軍事大國其實都係空殼嚟㗎啦。屌，講撚完啦，啱唔啱啊？不過世界人類是追求和平的，所以當初不辣你 OK 是的你想想如果是這樣的時候，那你石油的需求是不是很大啊？那你那些其他的國家如果真的萬一要參戰的，不是個個都有油儲備的嘛，那些油的儲備是用來日常生活用的嘛，那現在突然間要打仗，是不是要更加儲多些油啊？是不是更加要買多些啊？那些油組是不是會不斷加價夾夠你班油啊？肯定啦，點解中東一路以嚟咁有錢呢？啊，平時又好地地幾蚊一桶油都可以買到俾你嘅，當年係嘛？幾百蚊未到，百零蚊又買到桶飲俾你，幾蚊美金又可以買俾你。其實佢點都係賺曬全世界嘅錢嘅。嗯。嚇、啊，咁你可想而知啲油王幾惡啊？係咪？嗯。啊，幾糜爛啊！你生活係咪？嗯。啊，你就知啦，佢呢個受祝福之地嚟噶嘛？你有冇睇聖經啊？啊，所以咧，有係稱先 ，OK？ 係啊，咪就係講咗咯。點解會突然間發布呢個緊急撤橋咧？佢可能收到風係會用核武啊嚟緊，以挽救佢嘅敗局啊。OK， 嗯。但係當然啦，呢個只會受到國際譴責啦。如果真係用嘅話。而是所有核電會停擺的，很大機會、現在烏克蘭那邊都好像全國限電緊、另一件事那個就、但是 你如果真的去到這一種的預測的情況出現、要留意一下，其實油是真的會油股會突然間吃香得很緊要，所以我覺得883是有機會企得穩10蚊樓上應該有新高見的、後市、我沒有說什麼時候，後市係啦，十年後都是後市 ，OK， 係啦。我突然間今日見到一隻362，真係嚇死我，一先正沽啊，大佬依家真係。嗯。三六，即係2357咧。你喺度懟屌只767，依家767起碼都最衰到極都有5仙啦。屌屌屌屌乜撚嘢啫？係咪先？362神嗰三毫幾子叫你哋走啦！如果反彈炒。博唔到要走噶啦，一路博反彈，博唔到都系要走嘅。有冇叫你哋揸長揸？冇啊！雖然我有提過呢啲股票，因為通街都有人嗰陣時，通街都有人叫買，係咪先？但係依家一先正沽啊，入咗你睇啊！唔走嘅話，大鑊啦！嗱，702今日咧停嗰牌，琴日已經講噶啦，上翻去呢個一毫子樓上脱離先班，咁啊估唔到今日第二棍啦。去到最高毫四子，咁應該有消息嘅，睇下佢咩料啦。短暫停牌，咁但係我又係啦，我冇叫你買 ，OK 嚇，嗯。嗱一孖二咧就因為宣布公股每股一毫子，咁所以咧就二公一股價咧就慘落嚟，唔好意思啦嚇，即係佢哋咧應該係公完股之後睇下有咩動作啦。咁我覺得零售市道冇得稀奇啦。第二樣嘢，因為佢有好多鋪，其實我諗佢如果唔賣啲鋪咧，零售市道又唔好咧，基本上咧就冇錢還 mortgage， 我估計有可能。係。咁你如果唔放棄啲鋪咧，咁咧就
變咗係負債咯，因為你要、如果要涉及公款嘅話，即係要供供個鋪咧，咁其實呢個係不利嘅、所以就係咁啦，嗯。今日都有啲業績出嚟嘅，即係中移動同中電信咯。嗯，係。127我唔知有咩原因喎、今日唔係跌好多啫，佢累計跌好多，唔係今日跌好多，今日跌一價啫，暫時。啊 ，OK， 今日大，今日成交好大，你自己睇翻新聞啦。啊 ，OK， 啊，不嬲都冇跟開嘅喎，啊大樓啲嘢，啊，即係我係跟佢啲花邊新聞多嘅啫喎。啊、我跟他吃過一次飯很多年前，但是我都是根據啲花邊新聞多的、OK 啊，沒跟他這隻股票，不好意思 咦有力喎、2722、今天有成交、過去來說今天最算大成交，雖然不過100萬錢，但是呢今天去到最低5毫子，今早現在5毫半低位高位 10%、是的，會不會私有化呢？不知道，是的，自己想，沒叫你買 OK、有人播鹹鈴上來，是嗎？我看不到、這裡有啊，有，是不是立刻跌了？沒有啊，在這裡啊，你喜歡click入去看、今天293都彈回了，去到挨近7.7的最高差不多、吊頸位769、我認為調整完有機會，但當然它未必很快會大升上去，因為始終那個運輸那個、即是它叫運力就未回復在全面，加上香港又零加零放寬入境無望，暫時冇啦，佢今日佢今日未出 news 話咩啊？如果兒童嗰個接種率即係曬夠氣啦，取消口罩令，谷鳩你打針啫嘛，屌你！毒針嚟噶，我嚟講，即係對於一啲身體唔好嘅人嚟講，所以其實係有醫生紙啊，證明自己唔打針噶要。如果你真的身體不好的話，如果不是的話，你變成打毒針。現在個個都，醫生都不敢寫這些啦。現在吹到這麼行，當然不敢寫啦。就算前排都什麼啦，前排即就算有那些什麼長期病患那些呢，都迫你要打針的。是啊。即根本是，即你醫生全部都會說，沒事的啦，沒事的，OK的，沒人打。但我覺得很奇怪，大陸又沒有逼你打針的。大陸沒有逼全民打針的。只是香港。大陸沒有逼全民打針的，你自己check回吧，大陸接種率很低啫嘛，整體接種率。喺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要求打針，美國啦，咁但美國死好多人啊嘛，其實呢一次個流感，啊，即係呢一個新冠肺炎啊，啊，雖然弱過流感，因為好多專家都講啦，係嘛，好多醫生全世界都講啦，啲科學家都話弱過流感啊，但係。美國都死好多人 ，OK， 睇啲電股係咪仲係繼續有力添？係啦，有力啦，唔跌。有啊，今日升啊，浪曬喺度。同埋嗰啲航運股今日都升、啊。嗯。尤其是只316咯，升得特別多。嗯。仲有一隻嘅。1919。差唔多啦。太平洋咯、嗰類啦、自己諗啊。啊自己想啊 ，OK， 啊，六合彩連續五期頭獎都冇人中喎、啊。誒、有巧妙噶，不過唔講。嚇、啊！真係噶？有巧妙，不過佢話聽日搞珠頭獎一注獨中咧，就可以有4600萬啊！聽晚有搞啊？唔係禮拜六。禮拜六搞，禮拜六梗係搞啦，你搞唔搞啊？要買下先，有巧妙，我突然間好想知道有咩巧妙喎。係咩？係啊，我見好少可連續咁多期都冇人中嘅喎。嗯，即係好似上翻去喎860 ，OK 喎，嗯。日日大棍上開車啦。係啊，大陸做核酸啊嘛。係啊，成日都做核酸。啊，揾笨啦，又係核酸，係成日撩人鼻屎啊。OK
有俾你揀核酸定打針？乜都唔揀，酒精抗疫講完。有咩橋？我唔買六合彩，買啊！買少少咯，就玩下咯。冇所謂噶，買個機會啫嘛。係咯，雖然都知唔係好中。但你等於抱住做善事嘅心態咪得咯。買小注啫，我又當玩下啫嘛。有巧妙嘅。有。嗯。好想知道。十月十一号咧，记唔记得啊？系。十月十一号。十咩日子啊？今年星期二嚟噶嘛？我记得我冇记错，睇翻啦。系。嗱，系啊。系。嗱，点解我会记得呢日咧？因为呢个礼拜咧我放假。系。啊，因为我预习啊嘛。嗯。咁我放假啦，上个礼拜、全个礼拜放假啦。系。咁咧，我心谂咁捻好彩嘅，咁啊。走去買六合彩啦，咁樣嚇。咁咧求其嘅啫，因為我咧好忙啊，咁咧所以咧就冇時間去鑽研。咁但係你睇翻咧十一號嗰期六合彩咧，佢係有一嘅，佢開咗一，我唔知拆唔拆得翻嚟睇啊。有一號同十號係開咗兩次，我記得好似。哎，我都有印象，十號係好似開得開咗兩次，係啊係啊，有兩鑊嘅，有印象有印象呢、這個。係啦，嗱。你留意一下，佢咧一同十呢兩個 number 都唔錯，開咗兩鑊嘅十一號嗰鑊咧，係睇下先，係啦嗱，係啦，我記得啦，係啊，開咗兩日嘅嗱，十一號同埋十三號咧，一同十咧係連續開咗兩鑊，係啦 ，OK 嗱，跟住咧留意咯。十一號個十一號嗰期咧，個巧妙喺邊一度咧？嗱，佢開一五十、廿五、三十六、四十七，特別號碼廿三啊嘛。你睇下咧，一同十加埋就係十一。十一號啊，嗰日十月十一號，雙十之後第一期嘅雙十節之後第一期嘅六合彩就係十月十一號嗰啲人啊嘛。一同十開咗出嚟啦，十同一加埋係咪十一啊？好啦，跟住廿五、三十六、四十七之間都係十一嘅，加十一。你咁樣捉咧，就唔中六粒都中五粒啦。係啊。你揀一同十，你最多會揀埋十一啦。咁樣係唔會，你係唔會中到個五嘅啫。哦，係五，突然間唔會諗。係啦，你可能會揀一、十、十一啦。跟住你要講，你求其喺中間抽一個廿五或者咩都好。你全部加十一，咁你如果揀唔中廿五，你就唔會中啦。係。咁但係你加，你揾到廿五，跟住你每一個加十一，咪會中咯，咪中曬五粒咯。你係會 miss 咗五號啫嘛。嗯。你冇個誘因，你點解會諗到五號咧？你唔會啊嘛，你諗唔到點解會揀五號嘅嚇。所以你啲注咧係二獎嚟嘅，只會。最多好過冇啊，係啊，好好多啦！屌一身人幾多做唔到啦，係咪先？好啦，跟住下一期咧，十三號咧又係一同十。嗱，十三十八加四十七就唔係一個 pattern 已經散咗啦，就係呢一注咧就捉到路啦，可以有機會。哦，但係之後嗰啲都好似捉唔到咯。係啦，之後嗰啲就散曬啦，當然。散曬先至冇人會冇人中啊嘛，你明唔明白啊？嗯。即係啲人咧會揀一啲咧好意頭啲 number， 譬如八啊、廿八啊、三十六啊啲咁樣。我成日都係揀嗰啲，我成我。你想一個人中咧，你一定無厘頭鳩。我成日都揀七啊、十啊呢啲。你明白？你想自己中咧，你一定係揀啲無厘頭鳩嗰啲組合咧，就有機會撞到係得你一注獨中。自己填好似會好過啲電腦啊。冇分別嘅其實。你覺得都係一樣。個天跌落嚟俾你咪有咯。係你就係你。係啦，講撚完啦。係啊，你諗下連續兩期都開十同一嘅。嗯。上個禮拜嗰兩期六合彩，我好記得，因為我放假咧，我冇嘢唔使做節目啦，我就得閒喺度諗呢啲嘢。但係我冇度呢條心思咯。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基本上有機會。日本開關啊嘛，跟住禮拜二嗰日啱啱。係。係啊。咁你會唔會買啊？聽日搞住。會唔玩下都冇所謂。
但有咩靈感未知。但你哋睇下咧，佢上個月唔係上個禮拜嗰期咧，係上個禮拜嗰期咧，你睇翻啲顏色咧，應該係藍綠色多嘅。藍綠色多。啊，藍綠色多。嗯。哦，買齊啊！哦，買齊五十秒 ，OK。抽了上去喎，兄弟。嗯，落煙先。六合彩每個波機會均等，係啊，冇人，你咪爬唔爬你嘅事啦，係啊。所以呢個係機會率嚟嘅啫嘛，每一個機會率都有機會㗎。但係有陣時候捉機，你唔到你唔服㗎。你懷念都是要揀的，你咪自己想一個你認為有機會的一個靈感落去揀咯，係咁解啫嘛。其實，冇人要你信我，我亦都唔係教你啊。好睇感覺嘅啫，即係分享我自己當日個感覺嘅睇法啫嘛。係咪先？係啊。即係好睇你咁啱嗰日個心情啊！我覺得呢啲 number 呢啲。係啊，你求其你揀一個 number， 跟住你哦。求其你突然間揀咗 number， 跟住話啊點樣嘅組合你可以乘數基數又得，咁你自己諗咯，係咪先呢樣嘢？啱唔啱啊？你中意你攞你自己三圍都得㗎，係咪啊？或者你攞你條女嘅三圍都得㗎，或者攞你男朋友支賓州有幾長都得㗎，係咪先？哦，原來十幾 cm 喎，跟住啊你試下佢撥起嘅時候咁長，啊唔撥起嘅時候咁長，咁都有個數字啊，係嘛？嗯。系咪先？咁你咪攞嚟去拣啊？咪会唔会中六合彩咯？啊！咁你嗰日搞嘢哦，突然间验孕啦，哦原来中咗咯，打肚喎。咁你嗰期六合彩可能中咧，因为你个仔中啊嘛。啱唔啱先？即系你冇咁嘅命去承受，咁但系你个仔有噶嘛？可能咁咪中咯。嗯。吓？你要揾原因啫嘛？点知啊？系。啱唔啱先？開得最少是49，我記得上一期的六合彩我是一同四十九都很少開的，我有揀四十九，其實講真的，那一個心情有揀四十九，即是你頭尾呢 A 同 E set， 但很多都不中咯，是啊，你等於跳 A 同 E set， 你明白嗎？嗯，即是你這樣揀是很難的，有四十九我是有揀到的，不過很可惜，捉其他 number 好像不太中，要看一下先。買了這麼多年中過一次三獎，得幾萬，好好噶啦，中到我覺得。係啊。有一筆新人，有好多。我試過一次中九千幾咯。機會啊！我試過一次中九千幾，喺我最窮嘅時候，突然間係中九千幾。開心到死。呢啲係橫財嚟嘅。突然間有個橫財。我好睇你令你開心下嘅人。真係唔係人人有呢啲橫財運，我覺得。係啊，財運嘅嘢係個財神揾你嘅。即係當然股票係另一件事啦，嚇，所以炒股票開心啲，啱唔啱啊？嗯，係啊，三獎都見啦，三獎堅啦，三獎好好啦，係咪先？我都未試過中，係啊，我中嗰個係9600啦，應該係四獎嚟嘅，嗯，係啊，諗都諗唔到嗰日前排都有親戚都係中咗9000幾咯，係四獎啦，咁樣都係。好好啊，幾好！好好噶啦。但係佢都話即係佢都有講過，佢話佢都唔止一次中過呢啲。我諗係咪嗰啲人本身有呢啲係有呢啲運？有㗎，係啊。咁你其實講真，你而家賭波都會啦。你而家開始，其實講緊你而家下個月啊，啱啱一個月之後就世界盃啦。係啊，咁你咪自己玩下咯，冇所謂㗎。嗯。係嘛？你最簡單，你估下邊隊冠軍啦？呢個難啲嘅其實，但係唔係只係有幾隊，你有目標啊嘛。啊、我都會揀的、啊、我今年貼會貼什麼呢？我貼阿根廷啦，第一貼阿根廷是啦，第二我會貼日本的，如果冷門我會貼日本隊啦、啊嗯、但當然日本隊那組是死亡之組來的，他對德國定好像德國定是西班牙嘛，都要是、嗯、但我覺得現在實力差距拉近了那麼多，我又覺得不用怕的，即、就是日本隊來說如果是搶到分咧，有機會出線咧，咁過到呢一關，咁咪去到淘汰賽另計啦。嗯。嚇、啊，咁你唔係搏冷，我梗係揀日本隊啦，其中。係。
咁其他嗰啲熱門我就唔揀嘅，因為冇意大利。啊，本來如果意大利喺度咧，我就會揀意大利嘅，因為我睇好文先尼，係啦。咁但係即係冇咗意大利，咁即係唔使揀啦。咁啊，我覺得阿根廷美斯咧，會唔會真係即係掛靴之前真係能夠圓夢咯？但我係買佢又唔係有圓夢嘅啫，即係美斯。我第一次睇世界盃就係睇阿根廷嚇美斯咯，嗯，第一次睇，但唔記得咗係對邊度咯。哦，即系唔记得咗对边队啊，咁样咯，咁我系会系啦，阿根廷啦，咁啊冷门系日本队啦，其他啲我未睇啊，所以未有心水提供系 OK。嗯，十个字复式啦，唔贵，五分一机会。其实咧，十个字系啊，五分一机会其实 OK 噶，你买复式十个字啦，咁。另外就是一條飛連續買十期，買了幾年，剛好中間斷了一期，就是那期中二獎，這些東西整定了，真的不好意思，奇雲基金，是的，真的，是不是讀烏拉華，還是，烏拉圭，哦，烏拉圭，是烏拉圭都 OK 的，但烏拉圭冇咗科蘭同埋呢個蘇亞雷斯，應該蘇亞雷斯退役噶啦嘛，掛靴啊嘛，我覺得就爭啲咯嚇。其實嗰屆有佢哋十年前啦，我記得好似2010年嗰屆佢哋攞季軍啊嘛，我記得好似烏拉圭有一年係佢哋喺曬陣中，我覺得嗰年阿蘇亞雷斯就喺龍門前面救咗，用手球救咗個波，跟住十二碼對方射唔入，跟住十二碼贏埋對方嘛，最後。其實那個就是你吹他不像打排球救了整隊球，雖然他紅牌被趕出場，但是這樣做是對的，所以他後來進級之後就打不入決賽，那屆其實我是看好烏拉圭的。嗯， OK 啊，242新股，即是潤哥嘛，是啊，回的啦，我想那你要吃糊啦，即是2321都是啦，194去到最高，哇，高低位成30格走的啦，要你不要理他是否微信女，走了要即是6610還有少少升的，即都是新股同期，但也要走了，因為最高2.6多、要走了，你看看如果這樣玩法，其實下個星期回來可能慢到不保的，所以新股全部走，要走就走了，即是他今天的部署就是趁星期五高位打下來，那你撇不撇你的事，即是這個個人看法，是的。自己想想，我技術上分析上即係俾咗大家參考啦，你自己諗唔諗，你自己決定啊，唔關我事噶。700个字啦，如果有得即係有得揀到嘅話，有啲人就中意買膽，咁跟住咧就揀幾個膽，咁但係咧就穿埋個即係好似話個玩法嘅成本係。每次好似唔知幾百蚊咁啦，咁但係你一定要中曬啲膽，你先有計啊！咁你就你嗰注飛，如果真係中咧，中得你唔知有4-5个膽咁上緊啊，4个膽啊應該係，係啦，你中得嗰注咧，其實你又唔止係二獎或者係咩噶嘛？如果中曬嘅話，因為你二獎三獎嗰啲，你全部都會中噶嘛。係啊係啊，你明唔明白？你中得二獎咁，即係二三獎嗰啲全部都會納噶啦，係咪先？即係簡單咁講嚇，即係咁解咯。所以實際上你那條飛不是只是二獎那麼簡單的如果你買膽那種玩法明白嗎，因為你很多注飛的嘛，明白嗎哇這麼快又收視了，不快的了，忍了很久博下橫財咯，橫掂個市又這麼悶，收市啊，咁啊個市成交暫時呢一刻咧係880亿到，未夠，應該競價完之後過噶啦，900亿啦，可能有機會。咁牛皮啊，個恆指
係啦，收市係暫時依家跌六啊零點，嗯。一膽全餐。嗯。呢個俄羅斯嗰只富貴遊艇仲泊咗喺嗰度喎，唔係而家去緊南非啦咩？係咩？好似今朝睇地鐵咧，開始行啊！好似去南非喎，係咩？開始行啊？應該係啊！我今朝見到咯，睇地鐵搭嘅時候，咪嗰啲熒幕有啲新聞嘅，好似見到去南非。真係好悶啊！其實，所以，唉，個市真係點搞咧？一二九九，大鑊啦！其實個圖你唔好話佢打飛機啊，其實個圖不啦。擺到明就係，即係反覆向下啦，即係而家嗰個走勢，係啦，每次反彈都低過之前高位嘅，咁呢個一定係下跌形態啦，冇期望嘅對呢個股票，其實如果短線呢個走勢，好似你哋咁樣，係咪有幾多假可以放噶？好似你哋咁樣，我唔知喎，唔知噶，唔知。咁如果即係調翻轉，你要去旅行，咪要即係申請咯，扣假咯，冇糧出過咁樣。唔知啊，要問。係嘛？要問。係喎，卓偉斯辭職咯噃。哦，係啊。跟住好似約翰遜話諗住競選，係啊，重新做翻。所以咧，你啲民主國家咧，即係萬一嗰個政策施政一唔對路咧，佢會好快修正嘅。係咯，四廿五日。係啊，所以其實係啊，即係你唔似有啲國家咧，啊賴死唔走啊，跟住就永遠坐落去啊，咁啊啲人陪葬咧，啊。這個就是中西之別了，OK？看看競價，還有幾分鐘，今天就完了，這個星期五。電股是表現是有曬交代嘅，真係唔係講笑。你睇下1798呢啲，兩個三毫幾，去到兩個四添，係依家勁價落翻啲嚟嘅，但係已經係一個升浪，但係當然冇叫你高追啦嚇。啊，836呢啲係咪啊？下禮拜翻嚟唔知咩事啊？冇得搞，孤得經濟政治上唔明朗。英國係沒落噶啦，其實你見到英女王嘅離去，其實基本上係標誌大英帝國係走向黃昏啦。
其實你真係你有冇年假？你真係唔知喎，係咪好搞笑啊？其實你都覺得你好搞笑喎。我冇問啊。好在你識閃啫，個留言，屌你老尾，你叫我做大師，我差啲想屌你噶啦，好在你識咗個留言啫。屌你咩陰陰濕濕喺度做啲咁嘅嘢？書又唔讀啊？是喎，你應該有，你應該請你嘅時候有簽合約，有寫明噶嘛。年假嗰啲你冇睇啊？最少七日，基本啦。十幾啊，通常都一年十幾啊，十四啊咁上緊啦，應該有嘅。一八八三臨尾企唔翻十蚊咯，企唔穩十蚊，唔搞笑嘅。成交又不算大啊，今日嚟講即係八五七，嗯，係咯。咦，競價完，睇下陣間幾多億成交先，今日有九百零億，差唔多競價完嘅啦。係咯，應該九百零億係嘛？係啊，有啊。哇，好曳喎，七零零。港交所更加唔使講啦，今日全日其實都係挨打嘅。三六九零收曬水喎，哇曳喎個市，第九九八八咧，都係曳嘅應該係啦嗱，一零二四呢啲係嘛？你手險手四廿蚊啊！屌你，仲係咁大成交呢兩日，玩撚完啦，九百三十九億啊，第四成交。咩叫四一八策略啊？唔係好明喎。唔知啊，我都唔識。呢位朋友可唔可以啊講多少少啊？二百零。咦係喎，你唔講唔知喎，真係二百零零高咁多嘅，對比恆指，有咩原因啊？冇咩 news 啊？嗯。唔係佢唔係 news 嘅問題，係嗰個計法嘅問題。多謝大家收睇節目啦。咁啊，四個星期平均要有十八個鐘就有補假。哦，嗰啲，即係我你講打工嗰啲係嘛？嗯。都系大家收睇節目啦，咁啊，有冇補充啊？你自己冇啦。咁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再見咯，有個愉快週末啦，咁多位，拜拜。拜拜。